哇，真是完美的演出啊！三位好，三位好，三位好，两位前辈，主持人好，哇，林大哥，两位大哥好，来，佩蒂姐，佩蒂姐要站站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我们最美丽的，最美丽的要站中间。三位表演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以前的这个艺人呢，是都是身上有几把刷子，那开什么玩笑呢？尤其他们唱这种现场的，几乎都是一次就可以 OK 的，很少有 NG 的现象，从来没有过。是的，你安尼过来就拍死你咋？我今仔已经 NG 过六遍。你知道？没啊没啊，我安尼我也就拍死你。条讲讲安尼，就是在考试我嘛，对不？你这条他多黑条，一条歌你这世人安怎唱，到底唱你就足简单唱吼。对呀，今日想袂到，我都 NG 两摆。我跟你讲，今仔去撞阿强哦，就是看到吼，我这个水果你要看，太水了，底下唱完那娃娃唱，还我安尼坐咧等你哦。哦，你还坐咧等。哇，哥哥吼，伫头前安尼跳个安尼哦，安尼。所以，我伫后边唱安尼，我安尼。有压力哦！什么人叫你一直看？你看我，你就好啊！看你就 OK 啊！看我，你就足水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就是安尼哦，爱看水槽囡仔哦。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，今仔日咱的观众是对邦桥来，是因讲的，足久唔捌看到阿祖唱歌，还是唱了遐尼啊好，啊希望佫加听一遍安尼俩。哦，对哇，对对对。拍死哦，拍死哦！安尼，互你听几啊遍啊，你就拍死啊！至少照你看嘛，至少拢是跟咱这个观众朋友，拢是为细汉呢，做一块短个筋嘛。是啊，林松义外号叫做瘦皮猴，以前真的很瘦，那现在稍微有点肿了一点。那么以前在歌坛呢，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位男歌手呢，就是唱歌属于演歌式的唱法。唱歌的时候，像刚刚《变色长城》，以早期费玉清唱这首歌是死在那边钉在那边唱。嘿，刚刚我们林松义大哥，还有非要的羚羊，像个好像寄生来唱歌一样，嘿呀，充满了动感的感觉。是是是，因为费玉清的声音太美了，我们唱不过他，就用跳的啊。是是。那么第二位介绍者，是我们永远的美女贝蒂姐。是贝蒂姐那时候第一次她的演戏呢，那时候我们还小，看过她演部戏叫做《爱奴》，演的是一个移花公主，等于是个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角色，在里面呢跟这个叫做另外那个叫什么何丽丽，何丽丽，哎呦，邵氏公子何丽丽，两个那种火辣的镜头，到现在呢永远永远的男人难以忘怀，哎呦，非常好看，是是是，我们看呢都觉得化学变化跟认识这样，是是，麦高林看的心动，你们也会心动吗？我女人看的都心动，哎呦，哎呀，其实哈，在很多很多年前哈。我跟贺一航曾经在啊，曾经怎么样？我们在舞台上，你不要那么紧张，因为你心脏不太好。我也是。其实我们演过一出这个张大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我还曾经养过你嘛，你当我的小白脸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可是那么久的合作，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感觉哈。有，我只是不愿意说出来。对这些看我尴尬呢？我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对你那时候是很有真的吗？很多很多很多那种幻想，可是不敢表达出来，是吗？我以为我在你的面前根本引起不了你任何的哦，你错了，这个作用跟那个变化怎么会呢？这个误会了。刚才我们杨哥，刚才杨凡在后台的时候呢，他有很多反常现象的动作，通跑出来了，在你面前脱内裤干嘛？刚才对，刚才有一个人说。我说杨凡，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？他怎么样？我就高兴，他就把裤子掉下来。不过声明一下，他有穿四角裤。我请问，为什么他会这样？你还记得我的花色吗？他还记得一些尺寸的花色。无聊嘛，你真的是。我记得您那个是没有颜色的哈。是灰色的，要不要再让我们看一下？我跟你讲，灰色的这个一说，如果不证明都不行。喂，啊，就你再看，不是、啊、这样一讲，要觉得说好像我是骗人的这样，灰色的，还真脱、哦，不是这个要证明。掌声鼓励一下哈！我没有骗人哈！哎，你在美国住哪家饭店？那个配的那个内裤的吗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帮我弄一下，我有点卡到。卡到？你的灯会卡到？哦，你还真有办法呢！啊，你看看，让杨凡第一次牺牲，你可以让我们这些人呢，为了你这样起那么大的变化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要不要穿上去？我帮你来。你小心，你很容易碰到我。其实呢，我把你当成儿子，我觉得你还有大姐，还没有发育完全。大姐，你把我当作儿子。大姐，有怎么样？这边不是人呐！
你恶心够不够啊？你还穿红色内裤，你干嘛？赌博怕输啊？哎，你们两位今天疯了！哎，我真的没有看到。林大哥，不要光笑，换你。我被你拜托了啊！就但等下要光笑，我跟你讲。啊，所以提到其实刚刚我们真的难得啊，今天邀请的三位可以一起同台，包括吴秀珠大姐，其实刚刚唱的歌，我真的很佩服她的歌，我也挂起来我告赞。也就光那有可能，迄个奥运跟迄个感情跟迄个动作，迄完全一系列连在一起。没错，真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小节，哇！你有看伊咧唱歌，就是用性命咧唱迄种感觉。嗯，因为人我都无贝蒂汉尼水吼，所以吼咱无水的吼，在肯定真唱的，你知道？情人捕捉，我知道了。阿叔，我跟你讲吼。现在很流行的什么活细胞，其实听他的歌，现场的朋友那种激情哈，细胞就活化了。你真正，所以你功力不了。观众朋友，拢是七八十岁，这么少年偌济，你看嘛？少年变二十岁，你看嘛？活细胞拢起来。这位先生了的话，咱讲这些本来是头毛拢无，现发出来，要惊死人，活细胞活好的。你嘛咧煎熬嘛，有发出来你啦。啊，不能讲无，无啦，赶快无啦，赶快啦！诶，主唱只叫做蔡小虎啊，蔡小虎的歌声呢，实在讲也是袂歹，但是你听咧，声音咧唱的，完全是用演歌的唱法啦，就把这个感情把它放出来了。说的也是，短短一遍半的歌了，让人家觉得那种啊，这个满泪的那种热泪想夺眶而出一样。是是，真的是。您到底讲了这么多，您夺眶了没有？我还没夺出来嘛，还没夺出来，你讲了一堆废话干什么？我差一点夺眶而出，我是这样讲的。我已经早就已经出来了。你出来了吗？不是，我又说进去。所以唱歌真的要用感情。对呀。刚刚我们这个秀珠姐在旁边，那一看的那个眼神，我觉得她唱歌，你们两个是不是有共同异曲同工的感觉？我们两个有很多，因为他早期他的歌我非常喜欢，对对，而且我们的作词哈，尤国谦先生也是为他写，也是为我写，很多歌哈我都唱他的口水歌，所以无形中被吴秀珠影响蛮大，不仅是歌声影响，连相貌都有点像。你是没有，你是没有秀珠姐气息在在。他被你影响还是你被影响？不啦，金高博平真的。我们秀珠姐生的第一个儿子哈，大家说哎呦，有型是的哦。不一样。这有跟林松一生的，我的高呀。他的记得名都记住啊。我这次是缘分呐吼，缘分呐，两个有迄个交情就对。